石榴口味的。石榴，对，番石榴，石榴哎、欸，好酷。那这个呢？然后这个是白葡萄的，白葡萄，对，白葡萄 ，orange。Apple， 所以这是汽水，对，汽水，好久没有喝汽水，真的。你又要敲一敲，然后让它不要爆出来。等一下如果有个悲剧发生怎么办？来吧，那我们先喝这个吧，番石榴。你有吃过吗？有，小时候。它是怎样啊？它就是一颗啊，小小颗，小小颗，小颗，小颗，那个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每一颗都按吗？那每一颗都按吗？按不按怎么吃？颜色真特别。好，我以为它是红色，红蛮香的哎。哦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。哇、哦，好甜哦！这就是番石榴的味道吗？我没吃过。我跟我印象中的不像哎，它有点像那个罐头樱桃味道。换别的口味吧，白葡萄。这应该是蛮好喝的。白葡萄。白葡萄就是白葡萄，是颜色白白。白白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不是汽水，对，然后就很甜的水果饮料。下一个 ，Apple， 哎、欸，它黄黄黄，微微黄黄，好香哦，这就是果汁吧？对，我也觉得它是果汁。好啦，其实上面好像也没有写汽水。换下一个，好，这是橘子的果汁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就是我们外面那个喜酒上面喝的那个柳橙汁的味道。嗯、可是我觉得这比较好喝哎，因为我你喜欢、你喜欢甜还是酸的？酸的，我也是喜欢酸的。Give me five， 耶！因为太甜就很恶啊。嗯，好喝，好喝。来，快跟我喝。我找出它为什么不像水果的原因，因为它只有，因为它真的只有一趴。要混在一起咯，我们又要来就是，那就给你弄咯，好，给我弄，调酒是不是？是，十趴，十趴，十趴，一趴，三十一趴，所以我们喝到31%的纯果汁，应该用一杯就可以了，一定会被笑，对啊，对啊，他说吃怎么有脑，耶，颜色不好看哎，那个什么，好，我们就一杯就好，我们供给喝。这是谁获胜呢？就是香吉士获胜。对，全部香吉士味的。好，我现在喝看看。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偏石榴的颜色，哎，橘橘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混在一起比较好喝，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蛮好喝的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是不是？有另外一个果汁的味道，所以你们如果要喝这一个四罐的话，请你四罐都要买，因为四罐加在一起比较好喝。这是综合果汁。没有嘛，人家对，人家它单独也单其实单独也很好喝。对啊，单独也是蛮好喝的。喝酱就有另一个味道。对啊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果汁。果汁不是汽水，对，不用敲它，是果汁。OK， 白葡萄、石榴、橘子、Apple。好啦，那我们吃货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要干嘛呢？你有吗？吃这个鱼肝菌？对，没干没有绿这儿，看起来是不是超好吃的啊？可以直接吃饭就好。哇！